蹈是难被理解的，也是易碎的，因为人在就在，人不在就没了。不是只有动作，动作后面的意念它是能够掌握得很好的。它给我们很不一样的舞者的风范。还没看到曼菲老师之前，其实我是非常灰暗的。曼菲老师知道我想要创作，他二话不说就让我去练舞。舞者的生命真的非常短，是需要特别去呵护的。他是一个这么乐观的人，当然我们就要更勇敢地面对这些。真的想跟他说我学习到很多，但是完全没有机会说。变这么淡的眼神，可是对曼菲的记忆不会退。